好，玩具 TV 第十六季第一集，我哋继续同 Thomas 倾下模型嘅。好啦，咁啊，头先已经叫做大致上倾过本身 Thomas 对于模型嘅热枕同埋佢工场可以俾到啲咩信息之后咧，我哋终于今次第一次应该有机会系首发嘅预模到一比九 Iron Man Mark 85。嘅模型，我第一次見85出模型，或者 Iron Man 嘅模型其實都好少見咯。呢個應該係第一隻我見完之後係覺得佢靚仔嘅模型。嗱，當然啦，其實我先唔同阿 Thomas 講個製作過程先。如果真係想話睇翻佢而家 existing 個外形咧，我轉一句圈俾大家睇。轉完我先至講我自己個人嘅感覺。嗱，唔好意思啊，其實本身個頭燈同埋心口燈係著咗燈嘅，不過因為時間關係，我頭先即係吹水吹咗成半個鐘咧，都唔係好光。但其實本身佢係有幾多嘅發光關節，即係個細節喺度。而發光嘅件好似係佢原裝就包埋一啲電子件俾你裝翻入去。冇錯，所以變咗製作方面會唔會有啲難度咧？呢、這個我哋轉頭問一問我 Thomas 話。少少。算啦，我哋唔會夾硬嚟，即係我都即係起碼知道本身個著燈關節，都可以慢慢講嘅。好啦，講翻可動性啦。咁其實本身始終模型啊，我唔夠膽話即係立亂咁樣去喐。咁但係其實一啲基本嘅二重關節啊，嗰啲都俾曬你嘅。咁至於詳情，當然就一定要望住說明書啦。啊，都可以揭一揭嘅。好精美。今次嗱，都有一句，雖然係國內產品，不過呢一本我補充翻先，並不是普通版嘅說明書，呢個係 Deluxe 版嘅說明書嚟嘅。咁啊，見到開頭都會簡單咁樣介紹翻隻嘢可以做到咩地步啦。爆地係絕對冇問題嘅，因為本身佢個協關節咧係可以拉向下，令到佢個大髀寬關節嗰個可動性增強嘅。佢有啲好似一比六嘅設計都亦都有啦，後夾係可以打開啦。咁咦？呢、這個幾得意喎！佢係有合金嘅骨架嘅部分嘅喎。呢、這個 Deluxe 啊，咁呢個 Deluxe 版係會有合金嘅關節添。冇錯，仲有雙炮。哇！咁其實佢都幾接近成品喎。如果用合金裝出嚟，板件哇，括住嗰啲係 Deluxe 版啊唔好誤會啊！哇，都十幾版嘢喎！你話好複雜就唔敢講，但係確實係精細嘅，同埋始終係跟翻啲比例。咁啊，我唔詳細揭啦。咁大致呢個唔係特效件送埋嘅喎。佢個唔係，我反而幾欣賞就係佢個 cat 嗰個instruction manual 咧都好清晰。好清晰係啊！即係你同 Bandar 基本上同嗰啲睇都唔會有太大啲咩分別。誒，原來都有劍都送埋。Yes。咁啊，有啲 pose 咧。好啦，真係講翻只嘢啦。咁阿嘉而家好開心咁喺度玩緊，咁咪想企直佢俾大家容易啲去睇到。而家就著燈啦。係啦，咁原來佢啲著燈都好得意啊！頭先阿 Thomas 都示範咗，佢個著燈咧可以就咁撳個胸甲，係咯，啲鬼像呢個 design 好方便喎、呢個。係啊，仲有支炮又係咧，都係㗎，就咁撳。其實我覺得御模道，因為即大家可能之前有玩過御模道嘅一啲成品咧、其實佢喺做模型嘅時候咧，加入咗啲大家即可能去做成品先會落嘅結構，因為其實模型好少會落呢啲嘅，即暗製俾你去撳嗰個電子件咁樣樣嘅部分，所以御模道嘅模型其實喺模型界入面嚟講都幾得，因為例如 Bandai 係拆開佢塞嚿嘢係完全另外買嘅，咁佢都係以呢個價錢咁，因為咁平啦，其實佢砌模型呢、這個普通版係300多元。佢俾埋呢啲嘢你，而你玩嘅時候都好多樂趣咯，我覺得。其實呢個設計咧，亦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即係老實講，我砌模型咁耐咧，你講得啱嘅。模型燈位嘅開關咧，真係冇諗過佢個設計係用一個彈弓按壓嘅方法去做開關。係啊，所以其實喺砌呢件模型嘅時候咧，去到個胸口位。點解佢個說明書要叫我雙個彈弓落去呢？其實我有一刻我真係有啲 question mark， 係咪多餘？我真係有諗過唔裝嘅。咁但係又咁講，因為我知呢件嘢係要幫廠家做，咁同埋要做訪問啊嘛。咁啊，照擺落去先啦。點知擺完落去之後，原來係有咁嘅機關喺度嘅。
咁所以呢個就真係個設計者對於件產品個設計，呢方面真係諗得好好足咯。所以羽毛道喺做將做成品嘅一啲構思擺埋落模型度，其實好正，因為以往大家買模型係預咗佢都冇得著燈㗎啦咁樣樣。咁但係佢幫你諗完之後，再俾埋電子件，甚至乎個電子件嘅點樣去撳佢，都幫你諗埋。其實你見得出佢本身做呢樣嘢好細心。係，同埋多一個咧，本身羽毛道真係平時都有做開一啲即係合金成品，所以變咗佢都將嗰啲技術擺咗落去。同埋多一句啦，你 Iron Man 你唔著燈就。係個感覺係會爭咗啲嘅，呢個事實嚟。而以往佢出嘅一啲成品都相當唔錯啦，真係大家都可以見到。因為如果玩開模型嗰啲就知道，如果自己再額外加燈啊、焊燈啊，嗰個痛苦係好煩。不過近年就模型就大家容易喺網上面去買到一啲咧，就用磁控嘅比較簡單啲，就連埋兩粒電就塞落。總之你入邊劏得到個位，塞到嗰個位，你磁控一拉佢就熄著㗎。同埋亦都真係 Bandai 本身，譬如話特別係Ultraman Suit 嗰個 series 啦，亦都真係已經開始直頭俾埋燈你去加落。但係佢嗰嚿嘢就好濕滯啊！嗰嚿嘢一來佢大，二來就係影響咗佢本身入邊。可動性啊，又差，跟住之後嗰個燈出啊，個燈效係好好嘅，而佢啲燈係有字面，不過嗰組嘢太大啦，係同其實羽毛道做嘅呢個模式佢相差得好遠，係好啦，咁啊，我真係吐槽翻本身隻嘢，我覺得成件嘢個結構同埋外觀咧水準以上嘅，不過佢改咗膊頭嘅設計，由本身肌肉線條嘅即係個三角肌就變咗。盔甲外甲咁變咗呢一度就睇下你真係接唔接受到呢一個改動係呢一樣嘢啫。其實我真係冇乜挑剔嘅外形上，我都覺得佢本身即係我唯一都唔滿意，其實就真係個肩甲改咗出嚟，因為佢本身八十變肩甲咯，八十五係好肌肉型噶嘛，即係去到有啲似Mark 45嗰種成個好流線型肌肉型，咁佢將個肩甲就 pop 咗出嚟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唔係好接受。咁但係你即係反觀翻，可能預報到以往佢去做好多魔改，係將一啲盔甲嘅線條拉翻出嚟嘅時候，即係你可以話呢個係佢嘅風格咯。而我諗亦都有啲師兄會好中意，因為有啲人係未必，即係有啲人唔係好中意八十五本身係好咁流線型，咁佢就會中意呢種嘅演繹方式，即係兩樣咯。咁另一樣嘢我少少唔滿意就係個 hip 可能稍微闊咗少少，嗰支棒，但係佢其實又係因為佢可動嘅部分，就因為始終模型咧，佢留多啲空間俾，因為模型嗱佢要預空間俾你攞嚟做朋友。咁同一般我哋做成品咧，其實好多時啲關節就直接一件彩鋼由你磨 ，OK 磨到唔緊要嗰種。咁但係佢模型就留多啲空間俾你去做活動咯，所以我覺得 hip 係少少闊嘅，不過 OK 可以接受。可唔可以試一下啲可動性？大家都驚一驚，因為都一句本身嗱，補充一句啊，佢係模型嚟噶，唔係合金成品嚟。而大家睇到呢個顏色係 Thomas 用咗大約50個小時去噴嘅，所以止唔止啊？差唔多。哇！嗱，所以我啊真係唔夠膽。係啦，咁啊，其實頭先啱啱開始嗰陣時都擺過一啲你問我爆地咧，你放心，我一定唔會爆嘅。我都係拆咗個背後嘅炮落嚟，係咪枕牛可以拆落嚟？因為容易啲去，我哋係買油出嚟，由物主去。但其實我看到呢個顏色真的很漂亮，如果你話你直接買支赤角咧噴落去嗰個銀油度可以做到呢個顏色嘅話，佢背脊有冇啲遮丑位嗰啲窿嘅？其實我都唔係太記得。有嘅嗱，其實咧頭先點解呢個嘢可以甩出嚟呢，其實佢個固定位咧，你見佢就有兩個裝柱嘅。咁兩個裝柱咧，其實就分別就係安置喺背後呢兩個窿位嗰度嘅。咁如果係唔裝呢件嘢嘅情況底下咧？你可以換咗呢件件，有兩件件係完全冇窿位嘅。個說明書上面就有啦，就有兩件係可以補翻做遮丑嘅。冇錯。好，咁我呢個不累述啦。不過另外我想講咧，其實佢羽毛道呢一個 presentation 咧，我就覺得似翻 Mark 43之前嘅 Iron Man。係。就變咗唔係真係話嗰啲肌肉感型。佢比較翻去3、4、5、6。嗰、那個七嘅嗰個系列入邊，腳嘅可動啦，咁啊本身呢一個位可以拉翻落嚟，令到佢方便翻爆地嘅。咁啊 ，hip 位固定咗，所以大家喐嗰陣時候要小心，留意翻會唔會有一啲位撞。咁但係其實佢
本身預個空位比較大咧，就變咗佢喐嗰個關，即幅度會比較大。我唔夾硬嚟啦，因為我冇打算爆地。咁啊，另外頭先阿嘉都講得好清楚噶啦，佢本身雖然多咗有好多嗰啲細節嘅著燈位啦，咁但係佢對於個關節嘅影響咧，其實就好細。呢度都有分三節嘅，所以變咗向後咬腰或者向前咧都 OK 嘅。同埋慢慢睇先發覺咧，即係羽毛道喺去做身上面啲細節嘅時候咧，佢嗰個凹凸感係出好多，或者係佢喺個平面上面再加咗個棱角喺上面，所以佢係有啲好有佢自己特色嘅一啲 redesign 嘅。講翻個頭啦。後面有少少穿崩，不過穿崩的原因是佢要就翻嗰支裝柱，令到佢個後頸的可動性大啲。咁呢度有兩節，我或者影翻前兩節嘅，咁所以變咗向前耷同向後耷嗰個幅度都唔係細，我唔夾硬嚟啦。左右唔使擔心啦，因為都係圓形嘅頭。好啦，咁啊呢度有一個波頭。大家玩慣嘅叫做心口同或者膊頭嘅軸咧，基本上同 band 搭冇啲分別，唔好大。橫軸咁手嗰個可動，亦都係兩重關節嘅。不過極限就去到大概100度左右，大致上就係咁樣啦。咁啊，即係畢竟係模型啦，所以有啲鬆脱係好正常嘅。因為我諗大家砌模型好少係攞膠水黐死某啲件，即係靠佢本身凹凹冚冚裝上去嘅。如果係個別，譬如話大髀手踭嗰啲，我真係黐死㗎。哦，你會落？因為你落完膠水，你可以磨一磨，就順便做埋。哦，做埋。但因為我好驚，因為咧，其實你砌模型咧，你唔知啲膠水會流去邊度，即可能你或者要用一啲好本身好固體嗰種膠水。如果唔係咧，你一擠落去咧，佢咁樣去咗其他關節位咧，佢無啦黐死埋關節。我以前試過啦，我係所以就變咗心隻手。另外本身手型係有幾多個嘅？哦，手型佢有幾款嘅，這個、即係你而家正常嘅攤開掌啦，發射狀態啦，探熱呢個姿勢啦，大家做好多啦近排，係啦。咁另外佢有個握拳頭嘅啦。係啦，咁另外有個咁垂低手嘅啦，我平掌係啦，喂真係好好 action 的感受，我冇記錯應該都 at least 係三對手嘅。我想問一問咧，係咪完全唔需要用遮蓋膠紙啊？即係每一件都係分開曬。完全唔需要。你眼見嘅所有唔同顏色嘅部件咧，全部佢都係做曬分件嘅。咁所以咧，如果就係話你大家有玩開羽毛道嘅嗰隻1:6嘅 Ultraman 嘅系列咧、其實個版件個數目係大家差唔多嘅。係啊，因為佢分件佢分得好多。係，但佢個尺寸上面細，佢呢日係大概係9寸左右，即係大概係1:10，1:9，1:10，1:10。係啊，因為佢都比我想象大隻。其實我以往咧好多時砌呢個類型，即係 superhero 類型嘅模型，應該大概係1:6咁樣嘅嘢，或者可能充其量去到7寸。但去到佢呢個大概1:9嘅尺寸係比較少見啲，但係又砌出嚟咧，其實又幾好喎，即係我覺得個氣勢上係 OK。啊，或者都真係單位咯，亦都我都想大家同埋睇翻肩，即係我覺得最精彩係佢啲分件咧，啲肩關節都可以見到本身羽毛道嗰個可怕程度。佢同 band dial 又點樣比咧？如果即係你拼裝嗰陣時個難度啊，或者係啤件啊、膠件啊。嗱咁講佢其實成隻嘢咧嗰個分件咧就做得好啦，頭先講過啦。不同顏色的它已經是分曬到兩個件的了。那些水口處理得好不好？水口的處理的方面呢，其實它也都做得很好的，所有的水口位都在件部件的底部那裡，即是 under gate。 咁所以其實呢，我在砌它的時候，那個砌錯呢完全不需要做打磨，是的，純粹是一把模型剪鉗再加一把筆刀，是的，那就已經是可以解決到的問題了。為補充，聽完之後好想自己砌一次。唔係最重要，我唔知道我自己個感覺啦。我又未正式話即係砌羽毛道啲模型嘅。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壽屋或者其他嘅日本模型廠商咧，佢設廠都喺大陸。佢同 Bandai 係 Made in Japan 個
個最大的分野咧，我自己覺得是膠質嗰度。手工嗰啲膠係硬同脆嘅，咁 Bandar 嗰啲膠好坦白講的，而且確係我玩咁多間廠個膠質係最理想嘅。羽毛度又點樣比咧？佢就適中啦。係啊，即係又唔即係你落筆都批嘅時候，佢又未至於話好硬嗰種卜卜脆嗰種嘅，即係都容易批嘅。係啊，你咁 OK 喎，因為我自己既然即係訂號啊，反而係擔心即係。砌嗰陣時候有冇啲咩手尾要跟？頭先講哦，本身啲件其實如果全部 under gauge 㗎，真係冇錯，全部都係咁都可以放心。咁同埋咧，你見咧好得意嘅，佢所有嗱佢而家大家就睇到個面甲啦。咁其實佢面甲裡面其實佢都有啲內透嘅地方嘅。咁無論佢前後甲或者左右甲都好啦，咁都會有啲無縫位㗎嘛。咁但係佢咧。它完全是面甲包住曬嘅，它會做得好嘅，即係所有一啲唔想俾人見光嘅嘢、肉酸嘅嘢，都會係由外邊有嘢會冚翻住曬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就唔需要擔心需要無縫啊，或者需要打磨啊，完全冇呢啲問題。哇！咁其實羽毛度喺做模型上面都幾犀利，因為咧其實佢去做一啲所謂模嗰啲叫咩隱藏水口啦，即係可能大家見 Bandai 砌就一件件，呢度一隻角，呢度一隻角，咁然後你就攞筆刀就剪，唔係攞鉗就剪一下呢、這個，就剪咗出嚟。另外呢度再剪一下，就可以好靚仔。但其實咧，因為呢啲咧，通常佢用到嗰個入水口咧，佢個尺寸比較細啲嘅，所以其實喺啤嘅時候係好考功夫。我想講就係點解唔係咁多模型用 under gauge 砌，因為本身鑄料嗰個做法咧係會難啤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羽毛度呢款產品用到咁嘅層次去做，咁我又覺得真係好犀利。你話300多元去買咁樣嘅嘢，300多元咋？300多元係正常版，正常版係啦，係未上色嘅，係啦。呢個係上咗色嘅正常版嚟嘅。咁啊，佢嘅特別版係600多元，就本身翻嚟就有噴埋金屬色，咁然後關節咧係有幾件嘅合金件裝埋落去嘅。咁但係你睇普通版本身咁樣啦，即係佢應該特別版係有件有上下。你望下啲背件啊，大佬黐鬼線嘅。你本身其實都覺得你真係跟翻雷神兜嘢劈落去嗰陣時，嗰啲特效件其實俾曬你㗎啦。咁啊，另外啲pose repulsor 啊，即係嗰啲咁嘅手掌特效件咧，都俾曬你㗎啦。係好 user friendly， 300多元即係摸書以佢俾咁樣嘅，你睇下咁樣嘅 effect 件俾齊，咁樣嘅質素唔使自己省件啊！喂，這個爭好遠咧，因為我真係完全係啲模型低手，你叫我省這個真係省死我。咁又有齊配件，跟住仲要咧，如果你買豪華版咧，其實佢仲有埋把劍，Nano Blade 係啦，同埋仲有另一隻手嘅上炮 Nano Cannon 係啦，咁。真係你話600多元噴埋個底色俾你，有合金件，有劍雙炮，我會直接高貨。齋白嘅話，個感覺容唔容易咧？即係會唔會好？唔係我又真係唔好介意，我又講壽屋。係。或者 wave， 即係佢嗰啲正所謂塑造件咧，你有時你俾我水紋又縮水，唔緊要。我有時真係以前砌舊嗰啲五星物語咧，我直頭即係掰兩隻之後，我係剪曬嗰啲裝口位咧，我自己黐翻，總好過你掰。你根本你掰唔埋㗎，大佬，唔關大你根本事。你有削嗰條柱？係，我就削嗰條柱去黐㗎。但係呢啲本身真係話齋掰咧個感覺，即係同 Bandai 比，去唔去到佢個 level 咧？如果你話同 Bandai 比咧，就一定係未去到嗰個 level 嘅。這個我唔 expect 有幾多成咧？其實都做到有90%嘅，哇！咁好勁喎，不過頭先阿德哥講得啱嘅，嗱，即係我諗玩模型咁耐啦，咁多間模型廠嘅模型都有玩啦，即係 Bandai 又好啊，軍模啊，壽屋啊，即係你話喺個裝柱位嗰個嘅組合度嗰方面咧，事實上係真係 Bandai 係最高嘅。咁其他大部分嘅模型都係即係需要少少力度去處理件事啦。咁頭先啊，德哥都俾咗佢牽曬家噶啦。好多時即係又係喺 Facebook 度又會睇到，哇！整大陸模型要學大力金剛子先至搞到啊！以前咧砌唔到啊，我係擺喺凳腳度攞嘢，攞個鐵筋頂住佢，一嘢攞坐落去壓住佢裝埋嘅陰公。跟住就個裝柱位變咗白花。係啊！頭先咧，阿德哥已經有道出咗個重點噶啦。其實咧，我哋要解決呢個問題咧。
唔需要上少林，亦都唔需要識大力金剛指嘅，亦都唔需要抗武。係啦，其實最簡單個方法就係咩嘢呢？我哋用破柱嘅方法。哦。係啦，其實最快咧就係話我哋將個裝柱，即係譬如我當假設啦。這個是一個裝柱的、嗯、這個是一個裝柱 的我們要入落個洞裡，但是發覺個洞位是很實逼不入的時候，我們會怎樣處理呢？我們只需要就是用把、模型剪片是啦45度這裡這樣斜角 斜剪了它、嗯、最終呢這條柱呢就會留下一個大概好像尖三角形的位置在那裡，做到這個動作呢就已經是可以很容易這樣插得入去件件那裡，而也都不會鬆的。記住跟住用回回膠，這些就是專業咯，是不是？所以大家記住啦，如果即是不要破曬就可以，知不知道？不需要削裝，削裝是啦，不需要抗捧，也都不需要懂大力金剛指，是啦，我們懂得這個方法就應該的問題。其實個道理很簡單而已，即是我們能夠將它45度撤走了之後，就減少了這個裝柱和那個洞的摩擦力、所以就會很容易地進出、這個就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不過這個通常都是用回、就是、之後記住是用回模型、就是、膠水的情況之後其實最理想的、不過、剛才都講開 Band Die 模型，我覺得 Band Die 現在越做反而是越好，因為為什麼呢？它現在轉了新設計成那些絲型扣的、哇玩親都難的，有沒有試過做砌新的模型、就算、High Resolution 呢它做的、God Gundam 呢它外面的東西就是一個這樣的絲形的扣，那是白落去柱子上的、你轉的第一次它就白化，再轉它就斷了。哇，然後它很多現在包括是那些新的 Gundam 1比144那些呢，這些關節呢全部都是一個絲形扣上去，上面就蓋一件東西，那就是絲扣位那裡白化。是 那個勾本身，因為它用的料呢很腍，是啊、即不知道為什麼很削的，你一砌下去第一下你已經看到它有個頂位白，只是用陰力，是啦、要好或者很快，是啊，總之快都死的，是啊，即要慢慢壓下去，你不要一下子扮下去就一定咬了。所以我就覺得它慳工慳件，不過其實這樣出的件前後裝一定靚仔的、但只不過是它本身用的膠料太軟了，太軟了，韌性很低，即可能 它軟得滯了，變成最近的模型大家都經常投訴這個問題。我又差遠一點，我暫時未享受過它新出的 Entry Grade、玩了沒有？沒有，挺好砌的，就超夠極好砌的，它的賣點是，而且你又不用分析呢，分析又好靚，那變成這個我都想整隻即是看看 Band Up 的進步去哪邊、獨角獸隻 XMG 有沒有搞緊？未啊，我都未有時間喐佢住啊。呢個我期待你嘅作品嘅。你諗住如果真係俾你搞，你初步諗住點樣搞啊？因為你嗰件嘢，你其實就咁啲表面處理咧，我覺得 show 唔到你啲技巧，所以變咗你會諗啊，即係進一步會點樣慢慢諗只 XMG 咧。其實咁講啦，即係你話獨角獸嗰個顏色咧。即係佢同其他高達比咧，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嘅。佢大部分嘅地方都係白色位，係、啊，即係你、其他高達唔同噶嘛，即係佢會有紅色位啊，有藍色位啊，有黃色位啊嘛。咁但係因為獨角獸高達，佢為咗即係佢要變翻獨角獸個形態，咁所以佢大部分嘅外界嘅件都係白色嘅。咁如果你話即係要做得隻嘢係比較吸睛啲、靚啲嘅，咁喺嗰個顏色上高咧，我就未必會揀隻純白啦，我會考慮用一隻、珍珠白色去噴、珍珠白色去噴，咁、再上翻足夠嘅水貼、去令到佢個 details 望埋佢會多啲、又吐槽少少，其實有時砌模型，特別我諗係玩 MG 咧，你即係上色噴嗰啲，其實 no big deal， 你黐嗰百幾二百張水貼咧。水貼大鑊啲，我覺得刮貼係幾開心嘅。我做刮貼係好治愈嘅，因為你搭落去之後咧就壓位就刮刮刮。係啦，佢出嚟嗰樣嘢咧，你唔使水貼搭上去推推推。喂，跟住之後咧，你一攞棉花棒一碌佢又歪。又歪炮。哇！火都嚟，嗰下火都嚟，跟住之後又點水又再推過又碌，哇！
所以刮貼咪好開心。刮貼有時會刮碎咯，有機會都係好大嘅，真係好痛苦。我試過白色個白字刮多個白字，冇咗畫，冇咗一畫，變咗白色喎，幾大鑊啊！咁但係如果你係斷咗，你係有啲可以一翻去又再刮過少少咁，可以補得到。我所以我刮貼水貼就一斷咗，你好痛。唉，真係，睇下啲嘅卡好啦，咁啊，今次大致上我哋都傾得好開心，但係學到好多嘢啊！嚟緊我都覺得有機會，可能再絕對會嘅，係啦。我諗我哋揾一次咧，上阿模型有工作坊揾一次啦，因為其實 Thomas 叫過我哋，不過真係下次安排。咁我諗你哋幾個友仔夾埋好開心，就排傾啊。咁首先補充翻少資料咧，頭先我提到啦，呢個就大概係。三萬上不到啦，建議零售價。另外咧，只 Deluxe 版其實冇咁貴添，係600蚊有找嘅，係啦。咁但係咧個供應量好少，咁所以大家留意翻一間我哋 post 啲 link 啦，咁啊可以揾翻香港嘅所謂代理啊，咁去聯絡翻，咁啊可能有少量嘅貨仲留一陣俾我，唔該。好收到，高人收到啦，好啦 ，OK， 咁我哋今晚都好多嘢啊，好多謝阿 Thomas 啦，咁啊，絕對真係學到嘢，幾樣嘢就已經好簡單，我真係咩都唔識嘅，我今日真係，冇錯，咁啊家賺咗啦，咁你一間出去交費用啊，唔該，3998，好貴，咁你就去模型有工作坊就平好多啦，好啦，好似500多蚊個 call 先嘛，係啦，哇，10蚊三個裝，咁好抵喎，你中間上去我磨下嘢嗰啲又唔收錢嘅，都係抵。係喎，即係好多菠蘿。長沙灣都幾好去，又近。O K， 幾近。咁啊，多謝曬 Thomas。好，咁我哋轉頭翻嚟有。轉頭見。精彩嘢啊！拜拜。拜拜。